真的爱你，法盘西服。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北京作为等待已久的奥运会申办城市，有太多的渴望，太久的期待。昨晚当喜讯传来的时候，北京人喜悦的泪水夺目而出，积聚的激情在这一瞬间被点燃，狂欢的热浪迅速涌动在京城的每一个角落。昨夜北京无眠。请报道。主办权最终以北京的盛春一锤定音，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举国欢庆，万众欢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各界群众用他们最热烈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喜悦之情，多年来的期待和努力在这历史的瞬间成为现实。北京万岁！北京。you
京，非常激动，我们就想大喊啊！王小丽，祖国说，祖国我爱你。申奥我们赢了，欢乐延续多久也不嫌长，喜悦到来多少也不会多。昨夜的祖国被狂欢的浪潮袭击，和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情一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北京要写，中国要写，中国人要写。是我们全军自然的共同信念，我们为此骄傲，为此自豪。北京能够成功的申办2008年奥运会，在台湾同胞看来，这不仅是祖国大陆同胞的心愿，也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和期待。然后我是非常高兴，非常的兴奋，中华民族都激动，中华民族起来了。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各位观众，这次节目大约需要52分钟，下面继续报告新闻。申奥我们赢了，欢乐延续多久也不觉得尽兴。今天各地群众依然沉浸在昨晚的欢欣和自豪之中，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北京的祝愿，对祖国的祝福。请看报道。在河北石家庄，退休教师甄英奇与几位老伙计一起赶制出了一只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大风筝，一大早就来到广场上放飞。北京申奥成功的喜讯传到内蒙古，牧民们以辽阔的草原为舞台，拉起了欢腾的马头琴，唱起了喜悦的歌。在丝路古城兰州，数十万群众聚在黄河岸边，敲起太平鼓，唱起祖国颂，满怀喜悦，畅想未来。这几天对于中国一汽的职工来说是双喜临门，北京申奥成功了，一汽也48岁了。万名一汽职工举行长跑活动，庆祝这个大喜的日子。这几天对于广西人民来说，同样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北京申奥成功了，广西也战胜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水。今天欢送参加抗洪救灾的子弟兵凯旋，穿梭于广州珠江和新沙港的游船笛声长鸣，往返在天字码头的轮渡免费向市民开放。申奥成功，珠江欢腾，在浙江、安徽、重庆、辽宁等地，成千上万的市民自发走上街头，为北京申奥成功欢乐大巡游。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各位观众，东升的旭日送走了一个令全国人民激动和自豪的不眠之夜。此时此刻，等候在广场上观看升旗的人们仍然沉浸在昨天申奥成功的喜悦之中。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在昨晚参加完广场欢庆活动之后一夜不曾离开。人们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等待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刻，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于祖国明天的美好祝福和把北京2008年奥运会举办成为最好的一届奥运会的坚定信心。Thank you.
群众将一面100多平米的五星红旗举个头顶，满怀豪情的欢呼祖国万岁，穿过了广场。鲜红的旗帜，澎湃的激情，国旗、国徽、国歌在广场上谱写出催人奋进的交响，与中华剧